不排斥，可是目前还没有。年纪呢，想深露吗？我还是觉得要有爱心，才是最重要的。缘分到了，如果有，我很乐意的公开让大家来为我祝福，帮助人，心里最快乐。人家就说，送人玫瑰，手有余香，还有今天，能够，当我到，屏东、云林这些地方去看到一些孩子，看到了他们的父母亲真的很辛苦，所以我就觉得说，我们大家今天有能力，一人一点力，爱就大无限。你之前有说不排斥第二春吗？不排斥，可是目前还没有。哦，我想条件先开出来了。年纪呢，小鲜肉吗？我还是觉得要有爱心，才是最重要的。比如我到印尼，我学到了真善美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缘分吧，缘分到了，如果有这样子，我很乐意的公开让大家来为我祝福。